就不是黄玉米啊。黄玉米不适合烤、啊。在芝麻香，在芝麻香吃的很有意的幽默，都有。好高兴哦，好像要来郊游一样。好，一斤玉米要花多少时间？差不多五六分啊，不过因为现在炭火刚生好，会比较慢一点，因为火还没有很大。有需要那么五六分吗？很快耶、欸。差不多啊，保守估计啊。无啦，无利用机。一般都机器在那边转，不是吗？哎、欸，阿都拢人工的啊。然后你那个三个料是什么料？酱油啊，甜酱啊，沙茶。所以里面也不会有那个酥酥的酥壳，对不对？哎，没。我是王瑞瑶，在金山。